上次小提琴家说哪里有人？这里嘛，是不是这里？东北角。然后狼人是说来西边，东北角跟西边。上面地图也差不多快换光了，感觉上。哎，靠背啊！哎，我去靠呀！他棍子太长了吧？喂！哈！哎，搞屁啊！看，这不是无敌的吗？哎，被打烂了。回去拿个灯。沙小，他的棍子比沙发还长，好不好？搞毛哦！之前怎么没有来敲我？第一次看到这种事情啊！死翘翘了。哦，第三种能力，你走路的时候会制造出更多的噪音。你的体力比较低，你在开枪那个手会手抖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准心会变比较大吗？开不准这样。视力比较好，背包空间比较大，更多的体力，视力比较好。奇怪，这个什么鬼升级啊？我可以用比较少体力换比较多体力，什么意思啊？算了，手抖好了。更好的视野，我觉得更好的视野应该是没小用，有用吗？更多体力，更好的视野好了。哎、欸，又在做梦了，是不是又在做梦？就说每次升级的时候会来到奇怪的地方，哎呦，又来了，这哪里？坏掉的钟，不过它还在响。哦，教堂啊！地图上的教堂其实我还没有进去过，哎，废弃教堂。它是提示我要到教堂吗？可是我今天不想先去教堂。我已经定好目标了。哎、欸，有人哎、欸！排直线，好，这里吗？哪里啊？这家伙怎么不能讲话？哎呦！他说屋顶好像快倒塌了，然后上面是一层红色的什么东西啊？瞎小，地狱之门吗？那什么暗门？你可以看到那边有条线吗？啊？有一堆人在排队，在干嘛？我不知道密码、啊。音乐小声点，好大声啊，耳朵快爆炸了。密码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拿到一个开锁器，然后来到这个房子，有哦，骨头一根，奇怪的盒子锁住了，外表只有一大堆奇怪的刮痕、磕痕，这是密码吗？好像是一个脸呢、欸，两个眼睛，一个嘴巴这样。这可以开吗？该不会上面有数字？应该好像没有，好像有，好像没有。
怎么了？有红色怪物出来了。黑色的盒子，为了他的女儿。东杀小啊，是要我杀东西是不是啊？这可以杀吗？哦，可以了。有。项链，我靠，这个脸有够恶的啦！这多少？是第一个字是什么？什么060啊？去试一下吗？4060，每个都试一下。看那个照片有够恶心的啊！060吗？先调成6。406。哦哦，开了啊！醒来了，每次梦境都好恶心哦。那个照片真的有够吓人的、啊。4060，对，没错。白，现在几点了？我注册完之后是过了多久了？我现在时间。应该够去右上哦，而且哦，我刚点了能力之后，你们看我前方的视野的确变得比较宽广了，已经快接近180度了。我们直接飙去右上了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小鹿哎、欸，香菇一个，两个。死！哎呀，就我点死人就有中毒了。麦拿瓦啦！身上好像吃一下看看。靠背啊！不是吧？喂，我不想浪费子弹啊，可以放过我吗？哇！没子弹了，哈哈！再咬一次我就死了啊！靠北啊！要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这什么地方啊？这边不是就是右上了吗？没有任何，我只看到香菇，香菇园吗？每只怪物都要咬我一下，哟！这树里面有东西在动哎、欸。我并不觉得上面还有房子、欸。有人知道这边房子的位置在哪里吗？我觉得我走错了。医生家，对啊，我要找医生家。火车残骸。哎，完蛋，不是这里啊！我觉得我已经走错了。哇，这边看起来超危险的。这里就是医生家。这不是火车残骸吗？
难不成医生住在火车里面？不可能吧？看起来没有地方可以上去。可以看到内部图，但是这……等一下哦，应该有个入口啊。好多香菇哦。这个是出去的路吗？有 open 火车尾端，等一下，这里吗？可以看到内部的这个点。没有啊，没有 open 啊，没有任何 open 啊，瞎小。敲一下，不对，哎、欸，这怎么进去啊？哦，这里，这里。当我走进了火车的门之后，我突然感觉到一种皮肤上有一种刺痛的感觉。我知道有人在我的背后，但是我不能转过头。我失去身体的控制，然后突然倒在了地上。他说：“一个医生预约的病人，嘿，对吗？”他刚刚那个刺痛可能是他打什么针在我身上了。一个预约病人，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哦呦呦，这医生看起来好恶心哦。一个男人站在我的上方，因为我倒在地上了嘛。他手上空的注射器在拿在他在颤抖的手中。他给我打了类似不知道什么东西了。他说：“我已经等你很久了。”那你这个什么东西？你这个混蛋之类的？你这个禽兽！他说：“你在这附近是很难找的，什么意思啊？”你只在你感觉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来找我。你躲在树后面，一直在看着我们，还对我们跟我们保持距离，然后又跑回你的洞里。我们刚刚测试了一个实验物，为了你测试了一个实验的道具，什么东西？他在讲什么？我玩的这只主角，其实在序章的时候，你没有发现吗？其实我们就是被医生救回来的那个人嘛，我们是被医生当作实验体，然后注射一个不知道什么奇奇怪怪的蘑菇吗？药剂吗？主角说：“我可以感受到他冰冷的手抓住我的下巴，然后把我的脸转来转去，观察我的头，观察我的脸，然后他的眼神，看我跟他四目相交之类的。”医生又说：“但是，在你身上应该有什么异常的状态会发生才对啊？你的同伴们都离你而去，而且死光了。然后，他说什么死在树林里面是你最好的归属之类的吧？
我都不知道这医生在攻虾小。哎、欸，我谁？嗯、欸？我身上没有道具啊。我是谁啊？我是医生啊。怎么又换回医生了？这个火车结束不太对哦，跟我来的时候，把灯关掉。鸡，哇，这火车超长的。火车连接到了一个像房子一样的地方，我觉得这里应该不是现实世界，这是他老婆吗？把灯关掉，开起来好了。这个不能对话。就在今天早上，他突然变得很不舒服。这应该是回忆啦，可能是医生的回忆。那个女的可能是医生老婆吧，那个人发病了之类的。这边挡住了，哎，我看不到他说什么。你必须去找医生，我没办法治疗你。你没有看到刚刚他那个女的已经变成怪物的样子了，躺在床上。哟，干，好恶心啊！他是感染了什么东西啊？医疗箱，帮他治疗了，他还活着，这什么鬼啊？我用什么东西帮他治疗了？奇怪，老高正在祈祷中。怎么这么多人在角落颤抖啊？好恶心的画面啊！你这个废物庸医，你完全没有用！感觉医生是治不好这种传染病的吧？他手脚被绑起来，在床上颤抖着，人都开始突变了，什么鬼啊？好痛啊！救命啊！拜托，做点什么吧，救救我们！医生，拜托救救我们！哎、欸、呀，好恶啊！你答应说我要救我们的，骗子！你这个死庸医白痴！靠杯，我还踩过他们呢、喔。我到底是做了什么啊？跟我对谈，跟主角医生跟主角对谈吗？医生说：“你怎么样？刚刚那个表演，你还觉得满意吗？”我可以感觉我的头一直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敲打一样。是公差小，我的头就像火车列车在震动一般。你会害怕吗？你想要这个东西远离你，对不对？想要逃离这一切。也许现在你会了解我的感受了。把那些烂掉的尸体、感染的病人全部都锁起来，然后
听着他们的惨叫声离他们而去，听着他们悲惨的惨叫声，我没办法救他们，我也没办法逃离他们。痛苦让我没办法承受了，痛到没办法承受。现在你会告诉我你的地下通道的入口在哪里，告诉我入口，或者是像地上的尸体一样就在这边死去，烂掉死去吧。公虾小去啊！喂，你死定了！喂，不是吧？喂，我刚刚往左跑卡住了、啊，我按空白键跳不过去啊！空死。我现在完全不能动了，我只能留在火车中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好像走不动了，有个钥匙。我觉得刚刚那个是幻觉是不是啊？还是我真的死了、啊？我捡到一把钥匙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音乐好大声哦、喔，等一下，这个音乐有时候会跳掉，会变特别大声。我看一下我捡到什么东西啊？key， 这是哪里的 key 啊？这边就出不去了。没有东西。他是给我哪边的 key？ 搞不懂。肛门。肛门。等一下，刚医生说带我去你地下通道的入口。我们之前在……等一下，我想想看，是不是这里啊？哦，这里啊。地底入口，走到底是不是有一个钢铁的门？然后需要钥匙，难不成是这边吗？开嗨奥地下铁门，对对，就是在我现在地图上这个地方。然后我不知道那边到底能不能逃得过啊，刚刚的医生那个场景。但是不管如何，我血回满了，我也拿到钥匙了。我们趁现在去教堂看看好了。看能不能顺路去狼人那个讲的什么什么什么，他要拿什么 links 那个道具啊？要下雨了，等一下一点，砰，很大声打雷。这边我看不清楚地上有没有香菇，哎，好险，刚差点踩到，哎，拜，又差点踩到，靠背啊，踩到一次就不用担心了，可以又冲出去了吧？这是哪里啊？卡住了，要堵死了。妈的，我要堵死了！这是哪里啊？要跟世界说拜拜了，死定了，堵死了。好
鸡歪哟！哎、欸，到了。这边的照明怎么这么差啊？点灯一下好了。这些怪物是在屋子里，对不对？我看到我的背包了，是吗？第三只眼开不了多久，大概持续30秒还是1分钟而已吧。我现在就开啊。满到爆炸、啊。木板先丢掉。暗枪要带着吧。吃的油。书。哇，我身上东西真的爆满的、啊，这怎么办呢、啊？先留着吧。猎人小屋应该有一个道具需要捡。吃个药再说。啊，不是这个药。这里面。有个沙发，然后我要东西应该在里面。这个是标本，等下里面那个菇，我捡一下好了。怎么雾这么浓啊？而且要晚上了。我没有找到我要的东西，林克斯。哎、欸，这不是我要的吗？我有看到那个名字，但是它是一个标本哎、欸，这怎么捡得起来啊？我要怎么把标本带回去啊？胡说八道吧！照片，这是一个怪物，对不对？看不太懂的照片，还是说我只要看到这个标本之后就可以跟狼人交代了？还是要把这个拖回去给狼人啊？不对吧？这个太远了，该死了！我现在再回去，还要山怎么回得去啊？这死定了嘛！搞屁哦！一直卡在一个前后没办法。处理的状态啊，里面有个怪物，没有井水这边，哇，一堆弹药，但带不回去 ，Toolbox， 哎、欸，我没有井水，我就死在这边，我会死在这里，我需要井水，我才能活得下去。晚上了，死定了。回不去了，回不去了。我现在出去外面也是一片黑暗。我找到，好像找到他的东西，但是又不太对。狼狗，没喝水就是慢慢的中毒啊，然后死翘翘，就这样。
世界变得奇怪了。这家伙是烧不死的、哦。哎、欸，看到了吗？直接就死了，一定要喝水才行。来看看他会说些什么。啊，你看起来很累，肉。妈的，我死了几百次，你知道吗？我给他看奇怪的盒子，看看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狼人在仔细检查这个东西。而且我敢发誓，我听到他的尾巴摇晃的都已经打到他的外套上了。他非常的有兴趣。狼人说：“但是你想要知道那个盒子里面放了什么，对不对？好像在什么地方的西南边，老树林的西南边，有一个地方你可以找到钥匙，可以打开这个盒子。”但是，啊，我敢保证你还知道另外的方法可以直接打开它，什么意思啊？说真的，我拿了好多钥匙，可是盒子的钥匙好像没有拿到过。医生的照片他看过了吗？把林克斯带回来给他。可是我已经知道医生的家了，所以说林克斯那个标本应该是不用带回来了。那个标本要拖回来，要拖几百年呢、啊？交易一下看看。我是需要手枪的子弹，工具箱卖卖。防毒面具不用了，手枪子弹啊，它只有一个手枪子弹。破布，表，哎、欸，有表哎、欸，要不要把表买回来？我可以知道现在几点。然后东西好像都不太有用了，不太需要啊。我需要的是。村民的东西，手表好了，买个手表好了，反正信用那么多，给狼人看一下项链哦。项链看过了、啊，这个不是项链，这个是狗牌。一开始的时候我就给他看过了，那是我第一个给他看的东西。我觉得我应该还有一些东西要给人家看，但是不知道是给谁。你看，有个战利品奖杯，然后还有照片、圣经的一部分讯息、项链、奇怪的盒子，有五种东西。是说村民说不定也有一个线索啊。对啊，我先回安全室啊，好久没有回来第一个安全室，真的是没有办法才回来这边啊，好惨啊今天。